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矿象小空，今天又来到我们驱逐魔族的时间了。这个我上一集预料到，就觉得，哇，游戏还太烂了吧，所以我就立刻去转职了，转成了刺客。刺客呢，他基本武器伤害就有120。我们先把东西放一下。这个呢，可是刺客就我没有跳跃，我的血量就比较低，再还有我的这个。我攻速啊，我目前攻速没那么低，就比较低啊，2，之前游侠是1，我就觉得还好，就这样。啊，既然我现在不能乱跳了，我现在乱跳我真的会摔死，我没有像以前可以那样乱飞。喂，靠呀！不过游侠真的有，不是刺客有好处，就是我有吸血，就是我造成某他指定的伤害之后，我就会回血。那因为刺客比较 OP 的，所以我就升到勇士，我就照着剧情走。到了，感觉这一次怎么算真的做很好哎、欸，是真的做超好的。虽然说他这边会迷路啊，吓到我想说你什么时候死莱姆。传送门神木迷宫，支线任务旅馆，冰雪村魔王城。现在时间4:17。支线任务旅馆。喂，等一下。看过我第一季的驱逐魔族应该都会知道，以前其实这边，对，以前其实只有游侠进得来这里，而且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用 PP 的，哇，现在这边做好漂亮哦。下来了，好。原来这里只有这里可以进来。那个先卖食物的啦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他看为什么一定要卖生的？好没人修业啊！水比较好的，啊，这边应该都是卖同样的东西吧？那其实就没差了，我住最高好了。我想买间房给你，真的，这张地图还没买。哇！不是啊，那其实转一圈我就上去，我干嘛一定要绕到旁边去？那其实房子很多哎、欸。601602，那就这间吧。
它是20000块是不是？记得神木村这也难。防盗系统应该也不用吧？这边有 CD 啊、箱子啊，我们先存档啊。这些边我们该会死很多次。食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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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物。哎、欸，呀，他自己没附食物哎、欸。然后东西是，他箱子是放蛮多的。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走楼梯啊，我们直打的。好方便哦，这个。对，就这样。啊、靠呀！撒回啦！哎、欸，战士寒衣裳，好美。这是什么？剑石金球、人界、5点烟雾弹、经验加值、人界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边好便宜哦，他这边超便宜的，2000块。晚点再买好了。他说要至少造战士是不是？那我先回六桥北城吧。其实我抓到一个破解法了。他竟然神木村还没给我那个六桥北城传送门。那我先传到我已经攻略过的地方，再下去不就好了？那楼梯耶，有没有？回一下血，回一下血。好，我们先去。对，在这里，我们先去让自己变战士吧。话说，好像还没打过白城塔、欸。进奥卡。来。你好，我是第三阶段失恋的考生，战士。可是我觉得勇士感觉比战士还帅。勇士是很勇敢的，嘿，然后要面对游侠。应该打得赢啊。我打游侠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旁边有人，那怎样？我死了，他们就是那个看我死就对了。好，现在开始打游侠，游侠。跑慢一点，跑慢一点，你跑慢一点，你跑慢一点，你跑慢一点。也很难打。但是。
因为我会直接挑战那个下一个。等一下啦，他是邪恶，他打得死的。各位众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不太行。顶多死一次而已嘛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要把 table 改成死亡树。我靠！打得赢！哇！赢了、欸！赢了、欸！来吧，男子汉啊！男子汉就直接打了、啊，就不要等下进去，他血量很高。应该是不会吧？先丢个回复药。我那个。继续，谢，好了，先适可而止啊。我以为战士，然后直接突破成大侠，我已经提早两层了哎。好啦，那我们就。我是不是该去先代城？这样是不是跑比较近啊？